很像啊，你都睡了3个小时了，我们这边也看呢，都害怕你突然翻身掉下来呀，会不会呀？一惊一乍的，听到什么了？小眼睛太小了吧，能不能睁大一些呀？啊，你嘴，谁让你嘴张那么大的，让你眼睛睁大一些啊。喂，眼睛睁大一点。这个眼睛是太不好看了啊，睁圆点啊，这三角眼不好看。你的哨子能开出圆眼睛是奇怪的。没睁开，我操，这会儿打3个哈欠了。我这里怎么困了？嗯，出，你看你这个大腮帮子、大嘴巴子啊，大脸。哎呦，你做梦吃啥东西了？4个哈欠，5个哈欠。哦哎呦，猛虎下山了啊！哇、哦，来，大尾巴甩起来！等什么？我以为你要下来了，你又趴下了，你就是换个位置。换个姿势，哎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啊，多香！大脸，呵呵，不好意思了，害羞了哈。真要下去了。哇，厉害！在哪呀？我去，躲着你呢。走了，完了，不送了啊！蹲窗台上放风。